把眼泪藏在亮粉后面，画霓虹妆容，拯救一个逃跑的新娘。观看呜呼声的新视频，里面是给女孩们准备的简单的生活窍门。这个女孩的一天显然不太顺利，只会派上用场的。可怜的罗拉太伤心了，她的婚礼结束了，她的戒指被卡住了。哦，拜托，我会一劳永逸的把你弄掉的。停，把你的手指留给下一次婚礼。我会帮助你从被抛弃的新娘变成摇滚明星，用胶树水把花了的睫毛膏洗干净，涂上黑色眼影来产生烟熏效果。把白色的连衣裙换成黑色的连衣裙，在头上戴上一条头巾。现在你是个酷酷的摇滚明星，罗拉。这是你的摩托车，他们在等你。他们从此过着幸福的生活。霓虹派对是非常令人兴奋的活动。每个人都闪闪发光，除了伊娃。我们画一些霓虹妆，把霓虹眼影水平的涂在脸颊和鼻子上，在眼皮上用不同的颜色，用口红涂睫毛，给你的嘴唇涂色，把霓虹眼影涂在上面。我亮丽的妆画好了，现在我是霓虹派对的霓虹女王。我想穿男士西装外套，这是一件。系上腰带，把西装外套当裙子穿。放下你的头发，穿上高跟鞋。现在你看起来就像一个火辣的女老板，准备参加派对。太热了，这家咖啡馆的空调坏了。嗯？太可怕了，这是什么？美容大师贝拉可以解决任何问题。我知道你需要什么，珍娜。当天气真的很热，并且你的皮肤出了很多油时，只需增加光泽即可。把高光涂在你的整个脸上，现在闪闪发光的皮肤很时尚。你像夏日之星一样闪亮，你可以用丝巾做上衣，把丝巾挂在一条粗链子上，把链子戴在脖子上，把它牢固地绑在背后，然后塞进牛仔裤里，或者在前面系好丝巾，把头穿过链子，打个结，藏起角落，把丝巾的上面绑在链子上，在背后系上丝巾，然后塞进你的牛仔裤。我撞到了我梦寐以求的男孩，但是我没有化妆。
这很容易解决，我们只用口红画超快的妆，涂你的嘴唇，然后用口红当腮红，用手指把它涂好，涂上口红当眼影，它完美的搭配你粉色的连衣裙。现在我准备进行一次意外的遇见了，这是一见钟情。对不起，但我认为我们应该分手，再见。哦，我发现有人心碎了，这个年轻的女人需要紧急援助，伤心绝不好看，但是亮粉总是一个好主意。在脸上涂上亮粉，掩饰苦涩的眼泪，现在很时尚，没有人会知道你哭过，你的生活变得更加明亮。一件普通的 T 恤太无聊了，把袖子穿过胸罩带子，并把它们卷起来，把 T 恤的中部拉在一起，在里面用橡皮筋绑起来，把它塞进牛仔裤，把 T 恤的前面拉在一起，系上一条丝巾，塞进牛仔裤，像这样折丝巾，系在你的腰上。今年夏天，每个人都有彩色染发，我想试试看，但是如何在不破坏黑发的情况下得到彩色的条纹，我会问我最喜欢的美容大师，分开脸部的头发，然后把其余的头发夹起来，用粉底涂上头发让颜色更浅，用睫毛刷，把五颜六色的眼影涂在上面，放下剩下的头发，搞定。你可以用普通的头巾做很多很酷的东西，扭转系上来得到闭环，或者戴上当手镯，装饰你的牛仔裤，或用作腰带，用它当发带，装饰你的马尾辫，或像头巾一样戴上。我会在海滩上玩得很开心的，但是我的朋友邀请我参加霓虹派对，我完全没准备。好的是这里有位美容大师，在几分钟之内画上霓虹妆对贝拉来说很容易，涂上五颜六色的眼影，按照你喜欢的任意顺序涂上三种颜色，涂上睫毛膏，用镊子像这样连接上睫毛，你时尚的妆容快完成了。编上一束头发，拿起上面的发束，然后编逐渐散开一些头发，这样会让头发更蓬松。把两个辫子在背后编成一个，现在你需要换衣服。哇哦！穿上衬衫当裙子，系在你的腰上。更好的是，更改颜色，或把衬衫当紧身胸衣。我准备参加派对了。你可以把腰包放在肩上，就像平常的包一样。松开带子，把它放在肩膀上，戴在腰上，或把它悬挂在侧面，并把它穿过皮带环。这个可怜疲倦的妈妈，她需要放松。
请坐，我们会照顾你的。在水中浸泡一些燕麦，然后把你的脚放在舒服的燕麦水足浴中，这太好了。然后在脸上涂上亮粉雀斑，这会让你看起来漂亮清新。哇哦！哇，就像我亲吻了星星一样，谢谢。嘿，忘了什么了吗？你喜欢我们快速的美容窍门吗？那么就在下面发表评论，告诉我们你会用哪一个。亲爱的朋友们，请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请点赞和点击铃铛，不要错过呜呼上任何有趣的新视频哦。